今天和大家说说从网上购买种子的事情。在开始之前呢，要提醒一下，还是建议先到本地的商店去看看，因为那里买的种子相对便宜，而且你知道数量、质量、发芽率也蛮高的。网上有很多卖种子的公司，比如说 Online Seeds， 有很多的网站，这个挑起来容易眼花缭乱，所以我呀，经常是先去 eBay 查一查。举个简单的例子吧，我来查 Japanese Maple Seeds， 这是日本枫树的种子，这是它出来的结果。因为 eBay 它知道我的 location， 我的位置，它知道我是从加拿大来的，所以呢，它是如果不是加拿大的供应商，他会写出来这是美国的，这没写的呢，说明是本地加拿大的，往下翻呢，还有其他国家的。这个出来的结果呢，也是鱼目混珠，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判别哪个是可信赖的，哪个是需要好好怀疑一下的。比如说这个吧，这是他默认出来的第一个结果，但实际上你仔细看这儿呢，他写的是 sponsor 的，这是他付费付了广告费的，把它放在第一位。当然了，不是歧视这些付广告的广告商，就是 keep in mind 的，有知道有这么回事，他出来结果呢，出在放在第一位是有他的原因的。第二位呢，你看就没有，那说明第二位可能是比较 popular， 比较流行啊，大家都喜欢在这家店买东西的一个结果。下面看也都是，你看第三位它也是这里的穿插的广告。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信息呢，他说这个产品的名称，比如说它是日本红枫，专门做bonsai做盆景的，20个种子，11.6元加元。还有这个要特别注意哈，它有 shipping 费，就是运费17.99元，你看这个17.99元比这个还贵，这个也要考虑。然后他说了128个卖掉的，说明他还挺 popular。 你看下面，这下面就没有说有多少个卖掉，这个我们也是要记住这个东西。这儿呢他写着这是一个比较好的seller， 就是比较好的供应商，这个也是比较好的供应商。这两个比较从名字上看没有太多区别，20个种子25个种子，从照片上来看呢，这个、看上去舒服多了吧，这个、看上去红乎乎一片，而且好像在野外或者是在它的苗圃里头拍的。但实际上呢，像这种规规矩矩的照片啊，需要多加个小心，而这种呢比较朴素的照片反而更容易信赖一些。这只是一个第一印象，再一看呢，这地便宜啊，这个加拿大本地的供应商，所以它便宜。我们先进这个地方看一下。进来以后呢，还有一个看的主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，你看它有3018，3000多个人给它这个评分，评分还是蛮高的，98.7，这个也是让人放心的地方。但是这里有个伏笔哈，不能是100%的依赖这个数据。再看下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就是它多长时间能够发货，或者是不是发货，它能够很快，它通常是，你看它是通常是在2天之内给你发货，但是呢你收到运费呢，就是邮寄呢，大概是10到25个工作日，也就是说从美国寄到加拿大需要这么多天，将近1个月的时间。再来看底下最最重要的是这个地方的说明区description， 说明区里头的它就只有这一些信息，没有告诉你这个种子怎么种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。因为我知道哈，像这个日本枫树的种子需要经过冷处理，它没有告诉你处理没处理过，很多时候呢它的种子是预处理过的，它会在这写清楚，没有处理呢它会告诉你如何处理，而这里呢就没有这些信息。虽然他说啊，你看这是从爱荷华来的种子，他给你 satisfaction guaranteed， 就是100%的满意，也就是什么，你不满意你可以给他寄回去。
刚才我们说了，它的计费比种子还要贵，想一想。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哈，你看它这照片很漂亮，像日本枫树，你要了解的话，我是没见过白树干的日本枫树。另外，它的红叶子啊，这不是它长成熟的叶子，仔细看啊，这个红叶子是它的新叶子，也就是说，很多日本枫树在新叶子的时候，它是一种颜色很漂亮，但是长成了以后，它的叶子颜色可能就不是红的，有可能是绿的，或者是暗红的，它叫 purple。 你看这里也有很漂亮的做成盆景的照片，这个照片啊，越看的漂亮越正规就越要加个小心。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出来的搜索结果，这里面的邮寄费，它不仅仅邮寄费便宜哈，它邮寄时间也很快，所以呢，如果你要购买种子，尽量选择离你住的地方，比如说你在加拿大就选择加拿大公司，如果在美国选美国公司，如果在欧洲选欧洲公司，这样的话从邮费上来讲，从它邮寄的时间来讲都是非常好的。还有这个地方不要忘了看，这是800个人给它评分 98.2%， 这个多少算好呢？凭我的经验 95% 以上都可以信赖， 95% 以下呀就要掂量掂量了。这个照片看着很真实吧，再看其他的更多照片，它会告诉你一些细节。你看这也是新长出来的叶子，很红很细很嫩。而且还有一点哈，它这地方告诉你它叫 Benny Otik， 这是它叫 Red Bamboo， 它有日本枫树的品种的名称，和刚才那个只说红枫比起来呢，这个更能够说服力。而且它写的是 fresh， 这个种子像特别像很多植物，它的种子需要 fresh 的，需要新鲜的，比如说一年之内最好是去年秋天采集的，而现在呢是春天，是订购种子最佳的时间。再往下看，我们最关心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它的 description。 你看这儿怎么什么都没有呢？但实际上是在这儿呢，你看看他写了很详细的，连学名都给你写出来了，包括他怎么育苗，这有专门做了视频 YouTube video， 这就显得很专业。如果你看了这些还不放心，对了，还是不能100%放心。如果你要是对这个 seller 这个供应商不熟悉，对这店家的话不熟悉，你可以给他联系啊，好的供应商，有质量，提供高质量，无论是产品还是服务的供应商，他都会回答，会认认真真的回答你的问题。而且在问他们问题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埋一个小小的陷阱，比如说像这个日本枫树的种子，我需要冷处理吗？如果他告诉你不需要，然后他也没告诉你他已经经过冷处理了，说明他就是在 bullshit。当然了，你还可以去看看他的留言，这里头100%的满意度啊，如果人数超过100人留言给他评分的话，100%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就像你再认真的做视频，也不可能100%的点赞。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。我们可以接着往下看啊，像这个地方看着不错啊，然后价格也便宜，运费也不是太贵。它是从蒙古来的，哇哦，这让我想起了我小舅，就是蒙古的海军司令。更正一下哈，我不是想起了我小舅，是想起了这个段子。接着往下看，哇哦，这个怎么样？看着花里胡哨，五颜六色，特别是这个，是不是很吸引眼睛啊？进去看看。这里要强调一下，反复说一下，没有这种颜色的日本枫树，没有。他如果谁把这个照片往这一贴，你就可以马上扭头转身走人。走人之前咱们看看他这有多奇葩，你看他颜色写着 multicolor， 就是多种颜色，有绿色、蓝色、红色、金黄色。这个蓝色咱们就不说了，红色呢，这应该是他秋天掉叶子的颜色，黄色呢是另外的品种，秋天变成黄色，绿色呢是正常的颜色。这说明什么问题啊？你买一个品种
的日本枫树它就会有三种颜色，春天、夏天、秋天，这不是蒙人吗？再来看看它价钱，哎，这个价钱蛮便宜的嘛，寄费也便宜，而且他说什么呀，他可以从中国、香港、台湾邮寄，哎，刚才不是说蒙古吗？再来看评分 90%， 你看 90% 感觉挺高的哈，但是我的经验是低于 95% 就够呛。再来看底下哈，它下面的说明区，刚才说了这里很重要，这说明区里的话他也知道这说明区重要，写了一大堆的事情，你看看这么多，看的是眼花缭乱吧，很仔细吧，但是他一个地方就露出了破绽，就是这个，看的越多啊，奇葩越多，这颜色更丰富，价钱也更便宜，我的个天哪，你看看像这种颜色，像这种颜色，这都是不存在的颜色，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来的这个想法。另外你看这个销售量还是蛮高的，50个，我的天哪，这有50个人将，当然了，你知道吗，他们买完了以后啊，种出来不发芽他就会忘了，他也不会想着回来给他评分，这评分还是相当高。这里还是有一点点有用的信息哈，他告诉你16到26个工作日邮寄，也就是说从中国寄出来到加拿大大概需要也是差不多1个月左右时间就能到。易贝看完了，我们再来看看亚马逊 Japanese Maple Seeds。 哇哦，看这个照片是不是有点眼熟啊，再往下翻，这个是不是也挺眼熟的，看看评分，这个亚马逊上的用户啊，忍受力实在是太低了，怎么只能给2点几分呢？这个是不是也眼熟啊，这么同一个照片从不同的公司来，这让我想起了某宝、某巴巴、某多多，哎呀，都是一回事儿。虽然亚马逊放弃了中国市场，但是中国的老板们可没放弃亚马逊，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动机，我就是要恶心恶心你们这些外国人。看看这个销量436，这么漂亮，花里胡哨，看上去就是假的。其实啊，不是说外国人太傻，而是太单纯。那买种子的事情今天就说这么多，网上有好东西啊，真的不少，但是呢，聪明的中国人不要跑到外国就变得单纯了。那频道欢迎订阅，谢谢收看，咱们下次见。这种草啊，就这个看像真的，但是呢 very invasive， 侵袭性极强，真的也不能买。